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50集的节目。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更新的这些传奇级的玩具呢，今天来到了应该是最后一组了吧？我们感谢文杰哥呢提供了这么多传奇级的玩具，那这是目前我手边呢从他那边所借来的最后的一个模具啦，变形金刚第二集的 Legion Class Megatron。这个模具呢，其实我现在给大家分享过，我自己呢也有一款这个也给大家拍过节目了啊。其实我还有一款也是全新的美版，但是呢，不知道收去哪里呀、啊。我今天找了半天，没有把它给找出来。然后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三款的配色其实都是不一样的？这两款的话呢，我问过了这个玩具的主人，他说他没有自己再补过颜色，所以说它应该本来就是这个配色啊。我目前上了78动漫的话呢，我去查了一下资料，这一款的话应该是美版的玩具。然后呢，我手上的这一款，这是一个组合包的版本啊，它里头呢有这个力金级的堕落金刚之类的，所以说我当时收到这一款的时候呢，它是没有包装盒的，就直接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单体的状态啊，确实也是没有错了啊。那我因为我找不到我那款全新的美版去哪里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断定说它到底是不是美版的配色。那这个有可能是日版还是怎么样？因为这一款的话呢，我在网站上面的话，我好像查不到这一款的一个配色。那没有想到说呢，一个 Megatron 的力金级居然也有分成这么多的一个配色。那其实这款玩具的话呢，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呢，倒不是说它带给我什么当年的回忆或什么的。其实我当年，我收到力金级的 Megatron 已经是不知道2011几年去了啊。其实对我们这个已经入坑，可能2009年，甚至是有些更早一些入坑的人来说，你可能会对这款模具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？它是当年老肖呢唯一一部用英语介绍玩具的节目，就是使用了这个模具，所以说对他的印象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深刻。因为就那么一集啊，他用英语来给大家做开箱，当然了，下面有写中文翻译了啊。那一集里面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还是可以去把它翻出来看的。那玩具本身的话呢，好看，这个绝对没有问题。坦克形态的Megatron 真的是电影系啊，第二集的这个坦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气。或者是说前三集的载具都很帅啊，不管是第一集的战斗飞机啊，第二集的坦克啊，还是第三集的这个破七的这个油罐车啊，都是非常霸气的。作为一个坦克的话呢，它的炮台很可惜是不能转动的，各位看到它是有两个支撑的凸在这里啊，所以它无法做一个转动。而在电影里头呢，它的一个脸呢是直接露在这个地方，其实它的人物的头呢是在这里。但是呢，他却硬是还要在这里呢做出一个类似于人脸的一个，这真的是人面的，对不对？你变成人之后你就知道了，就非常猥琐的一个位置啊。那这一款的话，给各位多看一下好了，这个金属的一个涂装，啊，金属刷过去的感觉。其实这三款我觉得好像，这个三款的配色好像都能真的都是，其实真的都各有其所长吧，我觉得都不赖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力俊级的 Megatron 的变形过程。首先呢，从这个地方上下，它这里是可以掰开的啊。但是如果你扣得很紧的话呢，它会不容易推开。然后把这个角顺势的往下面推下来，这一侧也是一样的，这是第一个步骤，把它给掰下来。然后呢，两侧的话上下推开啊，都可以打开。然后呢，像是这个拨开什么东西一样啊，哎呀，真是美好的一张，这个外星 BOSS 的一个脸啊，就这样打开了啊。那么它的变形的话呢，到这边的话呢，基本上也都是完成了啊。这个模具的话呢，啊，我们另外一款的话呢，也顺便把它给变形一下好了。这个变形真的是就很简单的小玩具啊，这个地方把它给上下打开，像这一款的话就扣得非常的紧。好，打开，脚放下来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脚打开。把它给放下来，然后呢，这个推开，将手推到后面去啊，应该说上半部推到后面去，然后它的炮手啊，这个哎，这个玩具就还是松紧度还是很好啊，这个地方好，这个你可以看到，它这里是一个炮的手，所以说它一样达成了一个 Megatron，右手是大炮的一个形象。
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好了啊。这个的话呢，虽然这个玩具的主人说他没有涂装过，我还是觉得有点说，这个到底是不是它本来的配色？因为这个干刷刷的还不错啊，我个人觉得还蛮喜欢的。你看，在这个灯光的照射之下，其实这两款的配色的话呢，真的是各有其所长啊。这一款的金属感虽然是很不错，但这一款的这个层次，甚至还有一个渐层的一个金属的光泽啊。这两款的涂装的话，我个人还是给予比较高的分数。然后这个模具的一个缺点就是它这个站立性的话呢，是真的是比较差一点点。然后这个则是我自己所拥有的一款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配色的感觉。但是总体来讲，坦克的时候呢，可能三个的配色我觉得还各有其所长，但是一旦变成人形之后啊，我觉得我手上这一款，这个履带的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了。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至少是黑色啊，那这一款的话呢，则是黑色还加上了干扫。那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吧，这个面雕啊，对，面雕啊，是涂起来之后也都不一样，各个三款不同的面雕的感觉啊，这个三个坏人站在一起啊，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啊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啊，它的这个地方也是有 Megatron 大腿上面有一个护甲的感觉，好吧。那总而言之的话呢，这一款模具的话呢，我算是真的是这一次算是把它给玩透了啦啊。那就非常非常谢谢这位，文杰哥的一个支援啊！他今天还发了一张他一边开车呢，车上一边播我节目的这个照片给我看啊，说他现在一边开车啊，一边看我的节目，其实是很感动的啊！非常谢谢各位啊，做节目十几年，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也已经没有收看的习惯，那有一些朋友的话呢，依然的会抽空来关心我们的一个种种的近况，或者是说呢。每100集看一次我的闲聊之类的，我都是非常感谢你的啊。那此生无悔入变形金刚坑了。那这么一款 Legion Plus 的《Revenge of the Fallen》的 Megatron 对我来说，他的回忆除了说是我很喜欢的电影角色之外，还有一个老前辈开箱的英文开箱的唯一那一集就是这个模具，这些呢都会形成，我看到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想起来的一些记忆点。那人年纪越来越大，很多事情你会慢慢忘记，你可能要触景才能生情。那这些玩具的话呢，就是那些景吧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讲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